國銀行咧，其實而家咧個息咧都仍然係咧比較上係吸引嘅。咁啊就而家咧就咧超過 7.8 厘，咁啊咧，所以咧就暫時去睇嘅時候，你按翻住6厘息嚟到嗰個嘅作為一個參考嘅話，我覺得咧就係咧即係做到嘅機會咧都係咧相當之咁高嘅。咁啊咧，所以咧就如果你話買入呢一個嘅高息而又係咧一啲大型嘅內銀股嘅話咧，咁就咧中銀咧係一個嘅首選嚟嘅咁樣。咁就不過咧就都要去留意翻，即係如果你又去考慮咧嗰一個嘅升幅嚟到去睇嘅時候，咁佢當然相對上咧就唔及得咧呢一個嘅建行同埋工行啦。咁啊一般咧就咧當個大市氣氛回暖嘅時候咧，咁啊建行同工行就會升得快啲。咁啊咧中銀可能咧就嗰個升幅咧就咧冇咁多嘅。咁啊咧所以咧就咧按翻住嗰個投資嘅取向咯。咁我自己覺得咧，一般如果你話作為一個中長線投資穩穩定定，每一年收到六厘息都覺得係幾好嘅話咧，我覺得咧現價吸納咧都可以考慮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咧稍微係擔心咧個市可能咧仍然係有一啲嘅回吐嘅壓力嘅時候咧，咁睇下咧有冇機會咧喺翻咧就介乎2.7到2.8之間咧先至考慮吸納咯。嗯，好啊。